向俊车祸案现在开庭。被告李仲谋，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，在案发前你曾与被害人向俊发生过争执，并且有肢体接触。在车祸现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你是突然有意急刹车，造成车内乘客的重心偏移，撞向前挡风玻璃的，而且向俊一侧的安全带有被解开的迹象。被告，你有权做最后的陈述。我无话可说，这是认罪了。真的说了，哎呀，这确实是杀人啊！真正的状态，算是认罪了。可能是看我杀的话，对啊，真看不出来这是真的。现在我等等。哎，这谁来了？谁呀？这不是向俊吗？这不是向俊吗？对，就那个受害人吗？啊，他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他病了。他来干嘛的呀？向俊怎么来了？他不是还在昏迷吗？什么人擅闯法庭？我就是本案的受害人，向俊。真是向俊，什么时候过来的？醒过来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我以为你出不来了。你宁愿自己受苦，也不愿意让他受一点伤害。你的外表看似冷若冰霜，其实在你心里，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放弃过他，对吗？我佩服你，因为你是我见过唯一一个能为爱情付出一切的人。公司情况怎么样？海南那个项目真的是个圈套，我们被梁瑞强给套住了。像是因为一直没有签合同，所以得到幸免。公司可能会因为这个项目损失惨重，现在四面楚歌，就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了。走吧，我想彤彤了。湘君，你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医生怎么说？还要不要紧呢？我已经没事了，爸，你不用担心。嗯。郑谋，
们谈谈吧。就算你来给我作证，我也不会感谢你的。你最好听听我说的话，否则你会后悔。向俊，有什么话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说，给大家一条生路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多么担心你们两个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备受瞩目的厉仲谋、向俊一案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。就在刚刚的审讯过程中，本案的受害人向俊突然出现在法庭之上，并证明这场车祸是一场意外交通事故，因此法庭宣判被告人厉仲谋无罪，当庭释放。湘君，谢谢你。爸爸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我好想你。爸爸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嗯，来，坐好。厉先生，向俊先生来了。照顾彤彤。彤彤，你来干嘛？我只想跟你谈谈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？不要以为你救了我，我们过去所有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。你我之间势不两立，我不追究你，只是因为我顾及到年老体弱的父亲。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其实我早就醒了，但是我一直面对不了我自己，所以只好假装昏迷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吴桐的一番话最终让我醒悟，让我明白剩下的路该怎么走。我们之前的事情是你误会吴桐了，一切都是我一手安排的。那些照片是我将他用迷药迷倒之后摆拍的，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。我被怨恨冲昏了头，所以才会干出这些傻事来。因为我根本没办法接受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你，所以我才选择报复。我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闹得这样严重，我更没有想到
你会帮吴桐顶这个罪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对吴桐的爱比我对他的更深。是我辜负了他，利用了他的信任，我已经得不到他的原谅了。我唯一能为他做的，只有还他清白。他始终深爱着你，请你相信我。我知道了。请你原谅我，哥。命令，吴桐在吗？谁啊？我想接他回家。啊，吴桐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别在门口站着了，请进。这是吴桐留下的。梅玲，谢谢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会好好的生活下去。吴念，桐，都是因为你。要不是因为你，吴桐他犯得着离开吗？老婆，你为什么不相信他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吴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老婆，你这样生气对胎儿不好。哎，老婆，对不起。吴桐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仲谋。仲谋。仲谋。湘君，出什么事了？阿姨，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说清楚。以前是我不好，希望您能原谅我。志宁啊，你看看是不是给孩子一个机会啊？湘君，来。湘君，自从你出现在法庭上替仲谋作证的那刻起，我就对你再也没有怨恨了。
我对你有的只是感激，谢谢你能够醒过来，谢谢你能够冰释前嫌。我知道这一切错都不在你，错都错在那个女人，她处心积虑地破坏你们兄弟俩的感情，破坏这个家庭。阿姨，我想跟你说清楚的就是这件事，您误会吴桐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手策划的，他只是被我利用而已。他之所以一直纠缠其中，是因为他始终抱着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我们能一家和好。他竭尽所能，用他的善良和真情，想来圆我们这个家。吴桐是个好女人，值得各取珍惜。可是吴桐已经离开了，没人知道他的去向。都是我的错，我身为她的丈夫却没有能够保护她，还让她一次一次受到那么大的伤害。为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他现在一定对我很失望，所以就算他怀着我的孩子，还是选择离开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一定要找到他。建东，公子因为海南的项目崩盘了。仲谋，李总，车已经在外面等你了。哥，不然你休息一下，我帮你处理。不用了。仲谋能担大任呢，以大局为重，难为他了。李总，粮食撤资，海南这个项目已经无法逆转，公司的股票也已经跌停了。公司将全部的可用资金都用在这个项目上了，不成功变成人，这样的话风险太大了。如果不想公司垮台的话，我觉得应该立刻出售这块地，将损失降到最低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不能因为这么一个项目把公司拖垮吧。我不同意出售这块土地，现在当务之急是稳住我们的股价，否则等投资者对立市的信心全部丧失的时候，我们可就真的没救了。那怎么会没救呢？你想啊，各位股东，请大家冷静一下。折价卖地是可以让我们立誓从这个项目脱身，但是从公司长远的角度来看，这对我们公司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。大家想一想，哪个公司投资项目的时候没有风险呢？我们立誓动态一直是业内的焦点，如果我们这样推脱责任的话，会让大家笑话，骂我们历史没胆量，以后谁跟我们合作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你觉得呢？海南省的环境非常优美，气候十分适合养老。中国现在的人口正趋于老龄化，现在出手刻不容缓呢。所以未来的养老院一定是个朝阳产业。我们可以利用那边的资源还有环境来建设一批豪华的养老院，再配以相同比例的福利养老院，这样做。李总这么说也有些道理。我们既可以打造自己的品牌，率先一步占领这部分的市场，也可以发展我们集团的慈善事业，海南项目的危机自然会迎刃而解。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我的看法？李总，这个想法是不错，可是公司所有资金都投在这个项目上，
现在不可能追加投资了。这才是关键问题。嗯。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。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，就赶快着手商讨，实施细节吧。李总，以贵公司目前的情况，不具备偿还大额贷款的能力，所以这笔贷款申请恐怕很难实现。李总，贵公司去年在我行的贷款还款期限就要到了，按目前的状况，您能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吗？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我立誓有过任何拖欠贷款的不良记录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李总的为人我很清楚，您是一个很讲信誉的企业家。只不过，目前历史的情况，那笔贷款我会尽快安排偿还，我公司的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，谢谢。李总，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怎么样？登记怎么样？你说这帮王八蛋，好的时候一个一个点头哈腰的求着我们贷款，现在用着他们了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商场不比江湖。江湖上讲的是义，商场上讲的是利。监督，一个鸡蛋如果从外面打破是食物，如果从里面打破那就是生命。越在危机的时刻越要冷静，我们立誓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成王败寇全靠我们自己。现在去哪儿？陪我去警察局看看。郑某，你每天问警察局很多次，他们都给的是一个答复。我的朋友也在找，可是找不到吴小姐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郑某，我们是兄弟，你心里不痛快不舒服，你就说出来吧，别这样憋着。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会受不了的。没事。回公司，郑某，你今天必须听我的，回去休息。你要再这么熬下去，就算你的身体是铁打的，也一样会垮的。还好吧，朋友送了我一瓶红酒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吧。
坐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不服你。我认为自己一点都不比你差，但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。你能在事业和家庭同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扛起所有的责任，撑住这个家，我自愧不如。你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我很佩服你。我之所以可以撑到现在，都是因为梧桐，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我还记得他曾经说过，人不怕走在黑暗里，就怕心里没有阳光。我相信我心里的那缕阳光一定会支撑着我找到梧桐。我也相信我一定可以牵着他的手相互扶持，走完这一辈子。他一定会回来的，你的爱他肯定能够感受得到。哥，你公司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你让我帮你一起承担吧。其实现在主要还是资金的问题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注入到海南的项目里面，那么养老院的计划就可以顺利的启动，公司自然就可以摆脱困境。湘君，你先回去吧，相信这些问题我自己可以解决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，就帮我多打听打听梧桐的消息。几位这边请。好。李总，你好。宋行长，里面请。就在这儿谈好吗？李总啊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啊。想必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您也很清楚，贵公司的贷款已经到期了，离最终还款期限还有一周的时间。为了避免误会，您是不是给我们表个态？宋行长，我李仲谋向来是遵守诚信二字，只是现在公司的资金确实有点紧张，所以暂时还还不出款来。不过你放心，力士旗下还有几个有价值的产业，或许可以作为抵押。好。李总，是我直言，我粗略的估算一下，你变卖这些产业应该只够偿还利息的部分。这样吧，等我们回去好好的评估一下，然后给您答复，好不好？我说你装什么孙子，你以为我们是傻子？给你这么多地产还不够还贷款？你不用看银行了，你抢吧。林特助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力士公司负债众多，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的收回贷款，我们也是很难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贷了多少款？你们这么做太明目张胆了吧！希望你注意你的言辞。找死啊你！都住手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力士的债务由我来承担，有我相氏在，
就有历史在。仲谋，你跟我来。爸，你刚才的意思是？仲谋啊，在你成长过程中，我没有待在你的身边。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没有像一个父亲那样给你鼓励，给你支持，这是我亏欠你的。现在我把项氏的资产全部交给你，就算是我对你的补偿吧。爸，仲谋，你就放心吧，啊，这样做，向军也是同意了的。虽然向氏现在大不如以前了，但是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两大集团的资产，加上你的商业头脑，我相信，历史一定能够度过这次难关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一个人来承担这一切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帮我。今天你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给了我。爸，谢谢。仲谋啊，什么都不要去想了，放心大胆的干。有项氏在，就有历史在。商业奇才厉仲谋再创奇迹，将海南项目变废为宝，历史集团起死回生，海南项目正式开始恢复进行。启动了，想到这样的动作。商业奇才厉仲谋的身世之谜始终备受瞩目。原来，厉氏总裁厉仲谋和项氏总裁项毅是父子关系。海南项目之所以能够如期启动，正应了那句话：“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”很多业内人士非常关注海南项目，我台记者也将持续跟踪报道。彤彤，过去坐啊。来，彤彤。这是哎，仲谋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项氏并购厉氏的合约书。哥，你要把厉氏名下所有的股权和产业，包括正在建设的海南项目，归到项氏名下。总之以后没有厉氏，只有项氏。爸，你可以把你的全部都给我，我也可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也姓项。好儿子。好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。爸，坐。爸爸，我想妈妈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是我错怪了他，让这孩子受委屈了。现在警察那边有没有吴桐的消息啊？哥，警察那边还是没有消息。我问过王警官了，他也没有线索。我们想要找到他的话，恐怕是大海捞针。除非他自己出现，否则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
我是厉仲谋。今天，我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，而是以吴桐丈夫的身份，在这里请求你们。希望你能看到，一年多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，但对我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。因为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的世界里面有了你。你对彤彤的好，对朋友的信任，还有你无可救药的乐观，都是我渴望却不曾得到的。可惜不懂得表达爱的我，却一次一次地伤害了你。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痛过，我没办法想象没有你的世界我该怎么活下去。所以请你回来，彤。回来吧。爸爸，我们在等什么啊？我们在等流星啊。哦，爸爸，你是不是要许愿啊？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听好不好？好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母亲生病了。他听人家说，在一个山洞里面，有一个叫做流星花园的地方，只要在那个花园里面看到流星，并许了愿，那你许下的愿望就一定都会实现。后来那个小男孩，他就在那个山里面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他找了几天几夜，怎么都找不到那个地方。后来他就晕倒了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当他醒过来之后呢，他发现他躺在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里，然后有一个天使姐姐对他微笑着说，我们被你的真心打动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。彤彤，其实能不能对着流星许愿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以真待人，以诚处事。
这样我们许下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，知道吗？我流星，爸爸，你快看，流星！我希望妈妈快点回来。彤，你在哪里？雨正睡在我胸口，冷风耳边狂吼，夕阳的坠落，路纷纷摸尽头，满夜灰暗的云朵，遮挡天高海阔，但却不退缩，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先把伤痛都感受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逆风去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在身后大步地向前走，当我抬起头，满天星在闪烁，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，困惑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只有征服了脆弱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逆风去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，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不痛，放胆和命运去冲撞，不痛，信仰在心底坐